阿本的脚好有戏啊！大家，阿本的脚超有戏，整个。他的行业啊，你的行业是什么？当机啊，当机。所以不太像他，算是他是个神明，是啊，神明哦，三太子。哎呦，你确定？等一下，问题是你怎么可以从这边扳回来呢？对啊，因为他们刚刚这几位讲比的不是很好哎。不是啊，我是想看他这个，因为通灵啊，他的体质通灵啊。刚刚我想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，就感觉就来了。我刚才有点空白，对，好厉害哦。所以你的答案是三太子。好，三太子，恭喜你答错了。为什么？答对了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他眼睛画得很黑，有没有？对。他要打出来，他为什么眼白出来出现了？你看，他看不到眼白，对，看不到眼白，对。不要刁我，不要刁我。我不会刁你，我刁你干嘛呢？我刁你了。那你去选礼物，你再选慢一点话，我就刁你了。可是我都被选走。好啦，进来了，下台再换嘛。要选哪一个？他出门口嘛，不要腾腾哎。他穿睡裤出门，妈妈叫你上芭蕾舞课，赶快去上课。来，这个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谁的？不要随便拿窗帘当裙子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药妆的霜。药妆霜。对，那你选这个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看后宫围，很好配合。来。会骂有人会骂我。恭喜你！谢谢。要抱一下吗？要抱一下吗？抱一下好了，抱一下。哇！谢谢。还要抱一个，脚还变芭蕾舞的姿势。下一位同学，请换位置。用这个脚。好了，向左转，请看。哦，这个很简单呢。好，请开始。让阿本第一个有戏啊！阿本不是人吗？完了！是啊！看不懂，小马，果然是小马。好。贾哥，买了，错了，嘴巴不要对嘴哦，贾哥，继续，永远是这一招，好，好，请作答。用麦克风说话，04450054，请作答。它是一首歌，一首歌，四个字，很简单的，四个字，这个、啊。麦克风。怎样？你眉毛在抖什么？眉毛在抖哎、欸，你抖的你刘海都在震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讲啊！不是啊，那个自问自答哦，你是通灵的，骑马打仗。刚刚旁边有什么鬼神在跟你讲话的？他突然间讲，牛仔有吗？哦，是啊，有吗？牛仔有吗？不是脚要下去吗？所以你的答案是牛仔有吗？所以你觉得他表演的不像，所以你觉得牛仔很忙是怎么样？来，掌声给他鼓励。没办法，你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事。唐总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爸爸是医生啊。没错。所以牛仔很忙。恭喜你答对啊！来，我们跳礼物。我们现在剩下三份礼物了，让你选择。
尾鱼的。尾鱼是、啊。来来来，我们请尾鱼颁奖。来，我们往前往后退一步。哎，别激动啊！来，谢谢你，握个手。那中午给我来，握个手。为什么不要？啊？右手很湿。手很湿，那脚好不好？脚可以吗？我们 give me 脚，哎， give me 脚啊， give me 脚耶，脚哎，谢谢。好， give me 脚完之后，马上进行夹给你啦。give me 脚完之后，马上进行两人三角。最后一个关卡，两人三角的游戏。小鬼，不是你每次都。我看好几次哎，因为是这个气势的问题。OK， 好好，你的风格没错，很好。我跟大家解释这个游戏了啊、哦。这个游戏呢很简单，我们有四个 fancy， 分别呢绑在我们的棒棒糖弟弟呢的身上，为一枚，也就是有四组。好，四组呢一起玩，要怎么玩呢？每个人身上呢都有四个气球。对，然后呢这着对厮杀之后呢，看谁的气球留得多，就可以得到小礼物，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选出两位，对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好啦，同时踩吗？四组一起踩，一起来啦，好啦，杀啦！对，各位朋友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是最好谋福利的时候，没错，抱紧紧，哎，把胎搭在泳怀里。同学，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把手插在口袋里面。你知道什么是狗吃屎吗？跌倒的时候手没办法撑，哎呀，就吃了，好吗？OK， 小心了啊、哦！好，蒋哥来了，中路。你刚刚一直在后面耍帅干嘛？没有啦，蒋哥是的，怎么你？流汗。哦，印象如何呢？哎，印象如何？哎呦，启梦游泳的啦。那你还是要抱一下人家啊。启梦游泳，他不敢抱，你知道吗？你会介意吗？不会吧？难怪、欸、这女同学，她从头到尾一直这样。来来来，大家。哎、欸，机会难得啊，欸、各位啊，不要后下台之后后悔了。我跟你讲真的，对，哎，踏实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计时一分钟 ，Lady Go Go， 踩他，踩他，很难找，踩他。球，蒋哥的好彩，蒋哥没有球，好，小鹿一颗球，然后这边有三颗球，重点是你干嘛踩自己队员的球？玻璃板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干嘛踩他的球？后面要踩谁的？好，重点还有一位，麦克风给我一下，里面有一个女生穿的是裙子哦。你看，你知道踩的多狂野吗？你老师嘞，你老师嘞，而且你老师嘞，我们不要带走了。哎，穿裙子，穿裙子，你开那么开，还想半劈腿啊？你老师嘞。哎，这个同学，你本身也在上瑜伽课啊？你毛起来踩哎、欸，多好，一颗都没有破啊！真的哦，厉害！哎、欸，四颗都在耶，好强哦，好强，因为他厉害，破一颗啊、哦，五个，没有啊，没有哎、欸，阿本整个全军覆没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，我才正要出去攻击别人，爆爆爆！欸两组呢都获胜啊！恭喜！好，来，另外来一个。